前往猝不及防的尴尬瞬间。小哥哥，如果你有一家自己的店，然后还有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婆，还有一个当官的兄弟，你觉得你会开心吗？会啊。那不武当劳吗？ Club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,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. 我常在月里看会电视。都11点了。才11点还早的嘛。可我今天穿的是黑色。没有撤退可言。关灯。一个人。哎，我就在这坐着，你给我发啥消息啊？小吴怎么还不走？我就搁这坐着，你自己问他呀。姐，你还行吗？姐，哎，你还好吗？哎，你把手给我撒开！你是不是想占我姐便宜啊？咋了，姐？住手！草原我的马术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龙争虎斗彼岸花，石总给你一个家。That's good。擦干眼妆，别让泪流下来。小妹妹送我的郎娘，擦干。几楼美女？6楼。你没看见旁边有人吗？一点眼镜没有，不好意思啊。美女，你有火吗？没有。没有火，你臭嘚儿。哎，美女买单。先生您好，您一共消费3000。其实我儿子喜欢你好久的。你儿子多大呀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安排你们10个月之后见面。打扰了。行，我再忍忍。不用了，不用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啊。干啥呀？哎，不行，别来了。8个月。喜欢就点个关注呗。